大家好，我是产品部的阿丽塔。大家好，我是产品部的 Jessica。 大众精品，优品良价，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新一期的大众精品新品早知道。爱多美一直坚持为我们中国的会员们提供物美价廉的优质精品，致力于让我们拥有更加丰富的品质生活。那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次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新品呢？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面前呢有两套产品，左手边的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享誉韩国十年荣耀的爱多美基础护肤六件套。去年呢爱多美商城开业，我们也延续了这份荣誉，在中国上市了基础护肤六件套，这一年来也收获了中国消费者的喜爱。没错，护肤六件套当中的精华液呢，也在2012年荣获了韩国最高产品技术奖蒋英石奖。蒋英石奖是韩国科技界最高荣誉的奖项哦。是的，非常经典的一套产品，也是我们护肤品中不可缺少的基础护肤系列。这个七月，我们在爱多美一周年的日子里，继续延续这份荣耀，创造百年新神话，隆重上市的 Fame 爱多美菲颜水润系列，就是我面前的这个产品，不变的美丽，不变的荣誉。看到这里呢，我们都发现了它来了 ，The Fame 爱多美菲颜水润五件套，是我们爱多美基础护肤六件套的全面升级版。在之前的第26届中国美博会当中，这套系列的展出也引爆了全场。现场给大家也介绍了一下我们的这个菲颜水润的系列。今天呢，我跟杰西卡会仔细的跟大家去介绍一下这套产品，也带大家提前体验一下菲颜水润系列。那刚刚说了啊，爱多美菲颜水润系列将延续我们基础六件套的三大技术。那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三大技术都是什么呢？没错，答案就是我们的高纯度提取技术、新鲜草本提取技术以及多重液晶技术。别看这三大技术说起来简单哦，这三大技术可真不简单。我们严选经过验证的原料，像是冬虫夏草啊、罗勒呀、茴香啊、薰衣草啊、迷迭香啊等等等等，这些植物在生产过程当中呢，这些新鲜的草本是需要干燥来保存的。那在干燥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生氧化来进行褐变了。那高纯度提取技术就是韩国原子力研究院生命工学中心精心研发出来的，通过改善原料的色度，减少干草本当中的氧化物，那浓缩有效成分，这样就可以让我们的产品的有效成分含量更高。那对于改善原料色度这方面，新鲜草本提取技术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将纯净栽培的新鲜草本植物不做干燥处理，直接在新鲜的状态下加工提取，减少氧化物。就像这样是新鲜的植物来进行加工。是的，那有了有效的成分之后，那么接下来就是更好的传递和吸收，就要靠第三个科技了，多重液晶技术。它能够将各种有效的成分分解成比一般乳化粒子更容易吸收和渗透的超细微颗粒，从而更有效地传递至皮肤的深层，快速渗透，能够让我们的皮肤更加有活力。所以呢，这三大技术呢是可不能少的，菲颜水润将继续沿用这核心的三大技术，一定要有。那除了延续这三大技术之外呢，我们爱多美菲颜的水润系列在原来的基础上也升级了，采用了新的成分、新的技术，并且让它的配方更加的温和和安全。啊，那都升级了哪些新成分呢？作为一个成分党，我们不得不一探究竟啊。那我们一起来解说解说。首先呢，我们是添加了三大成分，让我们皮肤的这种肤感和效果来增强。首先要说的就是泛醇。泛醇有听说过吗？有听说过，但不是那么了解，快来给我说说。泛醇呢也是在成分当中的当红炸子鸡啊。因为泛醇有两个非常大的作用，第一个呢就是高保湿，它有卓越的这个水分结合力，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即刻能拥有水分，充足的水分。那第二呢，就是有助于维稳肌肤，促进皮肤屏障的一个修护，起到舒缓肌肤的作用。
那皮肤的屏障可重要了，它是我们健康肌肤的基础，屏障受损就会带来肌肤问题的。对，肌肤问题就会接踵而至，所以我们一定要修复好这个屏障，因为这个屏障呢是我们肌肤最外层的一个防线了，所以一定要协助肌肤保持维稳的状态。那都说啊，保湿是护肤的基础，女人是水做的，那这套菲颜水润系列听名字就知道它更有水润的效果。对，杰西卡真的是很细心，发现了产品的亮点。那接下来我就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大家很不陌生的很熟悉的一个成分，玻尿酸，它又名透明质酸钠。那我听过了，这个成分呢我想大家也都不陌生，它拥有能够吸引啊比自己重6000倍水分的力量，它可以使我们的肌肤呢更加的水润啊，改善皮肤的弹性，打造光滑紧致的肌肤。而且你知道吗，我们这次添加的不是一般的这种透明质酸，我们添加了5种不同分子大小的透明质酸，它们有着不同的分子大小以及性能，也会为我们的肌肤带来5次不一样的保湿效果，有超高分子、高分子、中分子、低分子还有超低分子，是不是很多？对，5种不同规格的玻尿酸，它将会给我们的肌肤提供由内而外、由外到内的补水保湿效果，持续为我们的肌肤补充提供水分。那可真的是里里外外都在补水保湿，那也难怪叫做菲颜水润系列呢。没错，那最后呢还有一个新添加的成分，它是可以保护我们的皮肤屏障的肌原力量，你猜到了吗？它就是神经酰胺啊。那这个成分我知道，它最近简直是太火了。没错，皮肤中细胞间质的主要组成就是神经酰胺，它可以连接细胞间质，防止水分蒸发，从而保护皮肤的屏障。对，没错，所以说保护肌肤屏障的肌原力量就是神经酰胺，保护我们皮肤的屏障，防止水分的蒸发，维稳健康的一个肌肤状态。那丽塔，这么多新增的有效成分，让我们的肌肤水润感提升了，那接下来是不是就要介绍新科技了？没错，好的，那大家都知道，如果我们每天不断的补水，但却不为肌肤锁水的话，就不能够为我们的肌肤带来持久的保湿力。所以为了增强肌肤持久的保湿力，爱多美菲颜水润系列所使用的新技术就是采用3种油复合物。我们使用了牛油果树果脂，还有植物角鲨烷以及次阿甘树人油，这3种油复合物能够有效的保湿的天然物质，并且将这3种油的复合物采用了超细微粒子的形式，可以在使用过程当中让我们的肌肤吸收营养成分更加的充分，而且还能保持清爽感。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啊，滋润不等于油腻。很多补水保湿的人最担心的就是油腻，爱多美呢就是两者择二，保证保湿持久力，又保证了清爽的使用感，为我们打造一整天都持久莹润的清爽肌肤，真的是太棒了。那最后一点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升级了体验，就是成分更加的温和，更加的安全。我们的爱多美菲颜水润系列在韩国通过了德国皮肤科学研究所的皮肤临床测试，并取得了 excellent 的优秀等级的成绩。我还有听说过这个德国的研究测试呢。而且是以严格标准的认证测试步骤为基础，具有较高的可信度的。对，那选择这套菲颜水润系列，不但新成分和新技术让肌肤更加的水润，同时呢也会更加的温和，更加安心的呵护肌肤，让我们赶紧来体验一下吧，是不是迫不及待了呢？是的呢。那我们一边介绍一边体验爱多美的菲颜水润5件套吧。清洁完肌肤后，第一步就是要使用即刻补水马上舒缓肌肤的化妆水了，挤在掌心，质地粘稠丰润，轻柔使用，由内而外，由上自下，将脸部和颈部轻轻按摩按压。爱多美菲颜水润化妆水质地丰润不油腻，采用了肌肤保湿系统，有水溶性的保湿成分贝塔葡聚糖和发酵高分子这3重保湿成分，能够温和吸收，
快速舒缓肌肤，为我们干燥的肌肤集中补充水分。接下来使用眼霜，平滑眼周肌肤，爱多美菲颜水润眼霜，足足有40毫升，它能够平滑我们的眼周肌肤，还采用了液晶技术，能够将营养成分快速渗透到我们的皮肤深层，维护肌肤屏障，形成第二道皮肤保护膜，全线护理细纹，平滑肌肤，柔和守护娇嫩的眼周肌肤。第三步，为肌肤提供营养的高浓缩营养护理，使用爱多美菲颜水润精华液，也是能够更高效的将营养成分更充分、更深入、更快速的渗透到我们的肌肤，可以说是为我们的肌肤精心打造的高浓缩营养护理了。第四步，使用爱多美菲颜水润乳液，也可以为我们的皮肤打造水油平衡的护理，利用其中的水油复合物填补我们肌肤的每个角落，带来细腻柔和的保湿效果，以及柔软弹润的肌肤质感。最后一个，爱多美菲颜水润营养霜，卓越养护紧致护理，也是我们基础护肤的最后一步，紧紧锁住水分，打造持久润泽的皮肤状态，从而形成养护膜，为我们的肌肤注入能量，打造坚实健康的皮肤基础。好的，杰西卡，怎么样，使用完以后是不是感受非常好？是的，整个的使用过程啊，我整个人是非常享受的，清淡的植物香气呢，让我的身心都得到了愉悦，所以说好的护肤品真的是让护肤成为一种享受的过程。那我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也感受到了前面所说的水润而清爽的使用感，所以刚刚用完以后啊，我赶紧卤了一个妆，水分充足了，彩妆呢就变得贴合，妆感更轻，显得肤质更好了。是啊，那咱们爱多美的菲颜水润系列增加了保湿和维稳肌肤屏障功能的成分，使用感更加的清爽，呵护了水油的平衡，一年四季使用都不会有负担。那我还注意到啊，菲颜五件套当中呢没有了 BB 霜产品，嗯，那我们的基础护肤六件套当中的 BB 霜是会下市吗？要如何才能买到呢？关于这点呀，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因为我们这次是做了一个更加细致的分类，我们把大家爱用的 BB 霜产品呢优化到了彩妆类，并不会下市。喜欢我们爱多美 BB 霜的朋友呢，依然可以在我们的爱购商城当中买到。好了，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对我们大众精品的喜爱和信赖。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爱多美的大众精品，就请持续关注我们的新品早知道。让我们一起期待的菲颜水润系列的上市，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